去年十月底，诞下宝宝的天后孙燕姿对儿子的保护工作都做得相当好，最多只肯分享孩子的手脚照片，不想令儿子容貌曝光。日前产后来港出席奶粉品牌活动，火速瘦身的燕姿透露，除了忙照顾儿子外，还在准备新专辑。昨日孙燕姿在微博贴了一张同儿子去新加坡艺术馆游览的照片，并透露称，昨天我们去了赛姆新加坡艺术馆。照片中燕姿将儿子放在胸前，但就贯彻保护儿子的作风，将孩子用心形图案遮住，免得儿子容貌曝光。而照片中的燕姿笑得甜蜜，一副游子万事足的模样。有网民在微博要求看儿子的正面照，更多的是赞美和祝福。也有不少网友感叹，半岁就开始陪妈妈逛艺术馆，长大后艺术天分一定了得。